小赵，最近训练忙吗？那放假还在做练习呢，不愧是最佳新人。哎，休赛期闲着也是闲着，经理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嗨，没事儿。就是最近网游里面的 BOSS 啊，越来越难抢了，大家都很愁啊。网游 BOSS 有什么难抢的？我来帮忙。稳住 BOSS 仇恨，我要让霸图子给抢了。答应。你说的不算。谁？上面有个元素法师，把他给我打下来。赵大神，是赵大神来了。他是谁啊？赵宇哲呀，咱们虎啸战队的新人，今年第一次上职业赛场，就从众多职业战队新人中脱颖而出，被评为本届的最佳新人。哎，最佳新人啊！而且小道消息说，今年林静言可能要退役。啊？也不意外吧，林队他年龄不小了，全明星周末被新秀以下课上，状态下滑的厉害。而副队长方睿是上不了台面的猥琐流。要我说啊，呼啸未来的王牌选手，你还得看咱赵宇哲。职业选手也来网游刷副本，太耍赖了。赵大神，赵大神，你真是太厉害了。哎，快快快，骑士队的把 BOSS 仇恨拉好。小意思，你们只管打 BOSS， 再有来抢 BOSS 的交给我。那真是太好了。其他工会的倒还好，但是一定要小心四工会的。四工会那是什么？干掉就好了。四工会就是翼展、岳云、鹤舞和昭华。只是哎呀，哪帮家伙有叶秋撑腰啊？叶秋是一叶知秋的那个叶秋。哦，儿子，现在抢 BOSS 越来越难了。哎，大神不在，根本拿不下来啊！啊，大神，是我，加你好友通过一下。好破的装备！大神今天怎么上了个牧师小号啊？还不是因为最近太高调了吗？所以老大让我们都换上了小号。猥琐呀！下午好啊。当当当当，什么呀，那帮土匪又来了。等等，大神小心，虽然没看见，但是叶秋可能就混在里面。没想到刷副本还能遇见老前辈，这机会可不多见。也不知道他退役那么久，还是不是我的对手。啊！等等，这……岳云顶住！翼展和武起火 ，BOSS！ 后方输出不要停！叶秋，你出来！我要跟你决斗！叶秋出来和我交手！大神，有人叫你呢。喂，我们是来杀 BOSS 的，都集中点注意力。您管那神经病叫什么？治疗跟上，昭华接替鹤舞。不是我，有我在，你想成功？叶秋，出来，我们决斗。这人谁呀？不知道，不认识。水平不错。没见识了吧？这可是我们呼啸战队的职业选手，最佳新人赵宇哲大神。纠缠不休的小孩，干掉吧！啊！大神，你要出手了吗？当然不。啊！现在我可是奶妈。
是需要保护的存在，所以应战这种事儿得你们去。这那可是职业选手，我们打得过吗？怕什么？现在他跑过来，我们正好人多欺负人少。啊，也对。一群杂鱼。快！趁现在激活 BOSS！ 好，漂亮！捣乱的干掉，恭喜 BOSS 也抢了。天下成员，击杀决斗士维泰里乌斯。哎呦，一身都是盛装，不错不错。有，有种你别走！牛啊，有大神在，材料管够了。快看，那家伙复活了。小赵啊， BOSS 已经被杀掉了，你没看公告吗？下次加油吧。我不是来找 BOSS 的，我是来挑战你们的，我要一个打十个。哦，看来刚才死了不服气啊。你们刚刚趁我不备不讲武德，再来十个太少了吧，直接100个怎么样？笑吧你！啊，你要是不敢，那就是个玩笑吧。你要敢呢？没什么不敢，但这样的胜负，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吗？有意义啊！我看你这身装备还不错。哎呀，呼啸不愧是大俱乐部啊，这身可比副本 BOSS 还要好啊！感情。你把我也当 boss 抱吗？出成装概率100%，你可太给力了。等等，最近野兔 boss 大丰收啊。怎么样，千级伞可以提升了吗？普通材料起火了，稀有材料还差一个铁茯苓。大神，红带加纳刷新了。红带加纳，想什么来什么。收到，正好有需求。等一下其他工会就来了，我们赶快过去。嗯。大神，有一个蓝细格的剑客突然冒出来。10几秒就把我们干掉了。什么？这么快？你们几个技术不差呀、啊。哦，难道是黄少天？应该不是，对方一直没有说话。哎，黄少天前辈为什么突然让我来网游里玩啊？现在各工会都派了职业选手到网游里抢 BOSS。咱们蓝西格压力很大，所以只好向你们求助了。职业选手，去找他们切磋一下。你慢点。嗯，怎么这么快就进来了？卢汉文没有拦住吗？好热闹呀！蓝西格，霸图。跑来打网游的职业选手啊，真是越来越多了。职业选手，你看霸图会长旁边那个牧师，他选择的站位十分精准，我猜是张新杰来着。战术大师张新杰，现在职业选手都这么拼的吗？55级 BOSS 也来抢？如果他们经常上线，那倒是可以练练队伍。张新杰，你真够可以的啊！55级的野兔 BOSS 养你来带队抢，给不给我们这些平民一点活路了？有需求，对方是叶秋。啊？这边的需求，是老韩要换装备了。
各团注意，随时给我注意霸气雄图的动向。战队机密，所有人听我指示。精英团抢 BOSS 仇恨。是。其他人，帮手阵型。霸图要牵走 BOSS， 四个团一起冲，冲破他们的防御阵型。等等，这 BOSS 不是我们蓝西阁最先发现的吗？有职业选手了不起啊！哼，小卢，你在哪里？我刚遇到了叶秋前辈，但是没能拦住他们，还被几个骑士拴住了。拴住了？是在说骑士的控制技能吗？你们几个去救一下小卢。只靠线上部署，始终赶不上霸图支援的速度。包子、小唐、一帆、小丑，还有闪楼兰，你们几个跟我来，抢跑时开路。等等，啥？张新琴，你太狡诈了，想引蓝西阁来对付我们。包围，撤。哟呵，这么快就脱困了，少年，你太有前途了。是叶秋前辈。材料有戏了。想替蓝西阁拿下 BOSS 吗？看那边，霸图带队的可是张新杰，认识吧？张新杰前辈，那我可要使出全力了。六个身影，竟然一眼分不出真假。这小鬼有前途啊！多重剑影部，蓝西阁请来了黄少天。华太上，不是的，这是什么人？小卢进队，我给你治疗。治疗好差啊。这装备不行，你凑合一下啊。小卢，我们掩护你，你快去激发 BOSS 暴走。为什么？不要犹豫，你可以做到的。不好， BOSS 要暴走了，电掉那个剑客。小鹿别动。又被拴住了。我故意的。 BOSS 暴走了，先撤。什么？居然这么没义气。别忘了，我们也是对手。你至少告诉我他的暴走技能是什么呀？没时间了，你自己查攻略吧。全体逼着，越远越好。我挂了。没躲过 BOSS 大招啊？被叶秋算计了。BOSS 的暴走是被我触发的。放心吧，你不会白死的。激活 BOSS 暴走可以制造出大量仇恨，这个 BOSS 会被我们拿下的。那就好。什么？我激活 BOSS 暴走的时候，李爷就叫到他们队里去了，是不是可以给我刷血？这个骗子！等等，为什么是叶秋他们接手了 BOSS 暴走仇恨？马
上又要触发暴走了，小心一点。快看，四公会的骑士。哼，休想从这里过去。不好，击杀那个骑士。嗯，挑衅。开火。谢了，张副队，回去带我问老韩同志好哦。客气。恭喜星星工会成功击杀 BOSS 红带加纳，最后一个铁弗林也到手了，材料齐活，接下来我要提升千机伞了。小队，小队，早啊，假期回家？嘿，是啊，放松一下。哎，肖世清，这个夏天你要一直待在俱乐部吗？啊，刚来嘛，准备熟悉一下环境。哦。哎，宋慕成，假期快乐！假期快乐！啊，我先走了，你们玩得开心点。拜拜。慕成，嗯，去星星啊。嗯，你也。啊，随便走走。叶哥，有人找。来吧。嗨。欢迎，这下终于完全放假了。你们好啊。哟，小笑也来了。啊，没事干，过来转转。刚加入新队伍，不赶紧团结队友，这么着急就了解敌情，这么敬业。战队都放假了呀，想团结也没有人啊。哎，大家都别和这家伙说话啊。小心被他刺探走了情报。前辈，你也太直白了吧！啊，刺探情报？啊？啊！果然在偷看什么？没什么，就随便转转。前辈，喝水。啊，谢谢啊。包子，你的流氓有什么不能看的？快坐下。哦。在家室待的还习惯吗？啊，刚来，适应中。挑战赛面对我们，有没有信心啊？还好吧。要输给我们的话，那就大大的糟糕了。到时候你怎么办啊？你来家室可不是想着一直玩挑战赛的吗？总之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嗯，这种态度还是不错的。你做什么呢？抢豹子。哎，小笑也闲着呢嘛，来搭把手。啊，这不合适吧。哦，那行吧。嗯，不对，这说不定是个观察星星实力的机会。不过确实挺无聊的，我来玩一下吧。老板娘，给他拿一个机械师的账号卡。嗯。嗯。干脆我也来玩一会儿吧。好呀好呀。啊。慕成就坐这里，用我的号。嗯。我就知道，原来在这儿等着呢。感情我成带头人了。太狡猾了。中队，是副队。BOSS 完全在我们控制下了，
机动部队要一起上吗？先等等，一展月云朝花鹤舞，四家工会也接近了。叶秋在哪一路？有看到吗？目前没有看到悟道君。嗯，注意他们的动向，小心行动。如果发现叶秋，不要客气。防御体系被打乱了，对方的指挥不简单。趁他们防御体系被打乱，赶紧上去攻击。那边，收缩也先过了。不对，我干嘛要这么用心啊？我应该观察叶秋现在的队友啊。不要慌，重组防御阵型。进退有度，未免太有章法了一点吧？难道霸图谁在指挥？长青杰啊。还能有谁啊？这么高超的战术布置水准，简直可以给任何队伍制造麻烦。机械师？不会吧，萧世钦，这家伙又怎么会和叶秋混到一起去了？是叶秋吗？在报名啊，咱们要开始了。就是眼下这些人吗？那个毁人不倦呢？你这么一直杀他，到底是想告诉他什么？星星战队出发。对于家世粉丝们最近都很关注的挑战赛战队星星，我们也才刚刚了解到他们的队长君莫笑隐藏在背后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家世战队的前队长月秋，不厚道。